间跟你的尾椎对拉的位置，找到了没有？然后在你的右腿主力椎上产生推臂的动力。slow，别掉下去！你看上来第一步就想让我掉了，掉了。你第一步就敢再往地下掉，你下一步怎么做？你是想下面这步往天上翻吗？手指尖跟尾那是什么？slow，到这边来了，回馈面对我们右侧斜肩方，这是我们的镜头的位置。然后第二个位置赶快以圆形位置，你再带到我的右腿上，又掉了位置。走，顶过来，然后slow，回馈回到你的镜头的位置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挑动你的左胯与背，走，跳，干嘛？没了，跳完组合组合组合，走，小胯，挑，小胯画什么？圆圆圆圆圆，围着你的膝关节胯过来走，圆的圆的圆的，咱们说的是圆，不是雇佣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头别动了就，还沉浸在上。走走 and 推推推推推推 slow。回馈回馈回馈，回馈平，往那边延伸，slow，回够，圆的圆的圆的圆，后，不在前。再来一次，预备，seven 啊，eight 啊，回馈，two 啊，three 大步，six 啊，seven 抓，延伸走，two，three 啊，four，five 这边，seven and eight 这边，这你是要拿还是要有？转动胆子的面积，你们刚开始第一步都成这样，还是往哪边走？第一步要往这边走，它是圆形，它不是个竖形。再来一次，太想走了你。对，five，six，seven，eight，啊，小的，小的，大。到这里可以吧？OK，可以，我帮你们治疗了。来，准备，头，都商量着来，准备，走，磕头，走。Five and six and seven, eight, 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, and seven and eight, one, two, three and four, five, six and seven and eight, one, two.你们就差个蓝了，你们就能超越刘翔了。你的腿干嘛不要往外走？一定要在左腿上。对了。肉没少长，但智商也长了，非常好。越想越精神，明白了吗？首先，我们能要在脚上把节奏踩住。那么桑巴舞里面，我们就说一个特性的节奏是什么？啊，你不要以为说你抓住了成就，抓住了整个夏天这个感觉，不是。你要把你这个动作做完，这样这个动作叫不叫做完？这个动作什么叫滚？滚动做得很好，滚动做完了之后。它就完了吗？你脚还没出呢，你滚动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产生跟地板的压力，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蓄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蓄完的力量，我们就要出现什么？释放，释放的发力，发力完了这个动作。
这个样子做法，把力量给到地板，你的力量从地板来去到核心，再到地板，这个才叫做做完了这么一个动作，明白吗？如果你们每次你们的力量都没有去到地板，你就走下一步，那你的下一步就越跳越松，明白了吗？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，我们除了脚要发力，还有什么要发力？核心，话说的是要用什么方法来做发力？很简单，转动。你们的胯和你们脚是的，你们做完滚动的脚怎样动作？他做完滚动做非常棒，很饱满，很圆润。做完了这个滚动做了棒之后，接下来他的胯没走，他就走后脚去了，所以感觉力量是这样，是稠的。那么我们做完的蓄力就是为了发力，那么发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跟我们的蓄力产生点关系，所以说下一步的结束，上一步的结束就是下一步的开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蓄完的力量之后，我要看到你转动胯骨产生发力，再去到地板上，才叫做这个力量做完，明白了吗？你们总是要不然只做一个，要不然一个不做，明白了吗？包括这里 5 and 6 and 7 and 8，我之前说过怎么做 5 and 6，我们这个脚要推动地板，产生什么？产生什么？产生这个，产生完了这个之后干什么？移动我的脚步和我的重心压这下再转动快，明白吗？然后完了之后干嘛呢？是压转动，是它转动，我们要有转动才能让我的腿出去啊。但是我现在总感觉你们要不然只出脚，要不然不转胯，要不然只转胯，要不然不出脚，所以两个力量都不。要不然只出脚，要不然只转胯。你的转，你胯转完了吗？你转完了，你的脚也应该到位了。我们这个叫做发力点，要发力的准确性，意味着节奏的准确性，明白吗？你看这个是用腿，你再做一遍，你再做一遍，腿做得很好。从哪里？从头，从心里也可以。6 5 7 8 6 7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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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么转动时力量是多少？你低位肯定上不了，坐着肯定上不了。但是我要把我的力量扔到核心上面呢，就这么转了。所以你的力量不在于你的转，是因为你的力量太低了，无法使上劲。我们应该是蓄完力之后，我的转动应该是在高位。哎，对了，我要是蓄完了力，我的胯才在低位，蓄完力它在低下。我再转动一下，我蓄完了力量，我的胯一定要在高位，我才能出得去。明白了吗？啊，那个高位怎么听起来更主力的？做得很好，明白了吗？就是没有劲儿。再来一遍。为什么？因为刚才有个细节是这样的，你们也能看见，他蓄力的时候，他大腿就是这样的。贺老师。所以他的力量就是这么直接的。对。来，再来一个。走。And five and six and 别急，这里感受到高位了吗？高位要干代表什么？你要转化。对了，高位就要转了，明白吗？再来一次，预备，走。Five and six and seven， 转。太瘦了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什么控制？是这里的控制。但这里需要。你不能是。再来一次，就像是我想跟你说，我想跟你说悄悄话，我只需要动作轻一点就可以了。你现在说悄悄话要干啥？我只是动作轻一点啊，我想做的慢一点，我只是我的核心控制力，我没有必要多。你明白吗？你有点太过了，好吧？再来一次，预备，走。Five and six and seven， 哎呀，别着急，你们刚才没蓄力，对不对 ？Seven， 哎呀，你就想着走了，你最起码得先把你的胯推高了再转吧。
Seven，哎，你推高了再转好吗？你都没推高，你就想着把你这个力量就是扑出去的，而不是弹出去的了，明白了吗？最起码推高了再转。再来一次，走 ，five and six and seven， 走吧，就是对了。推高一点，简单的来说就是你要拎的高一点，而不是要 seven and eight，bounce 来自哪？来自于地板。再来一次，推起来啊！再来，不是没有脖子高。再来一次，预备，走 ，five and six and seven and eight， 五、八、七、八、九。第一个非常好，第二个行吗？五、哎，好的。第一个太好了。再来，咱最起码这个线能做到 five six， 走到这里行吗？啊，再来一次 five and six and seven。Yeah.